谢谢啊，他就问了，你好呀，你好，感谢哥哥。Thank you.
要问吗？什么？什么就问？我请到这种问啊。带着孩子，他问我，听我说完，我就听清，听清，听清楚。每天都来吗？对啊，每天都来。给他们上传，鼓舞他们，给他们。
可以说也有个可见的原因。想知道，等会儿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遮住了。我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卓玛，可以叫我卓玛，但是都是叫卓玛，好多卓玛，因为我家的好多都是。我叫泽郎卓玛。泽郎卓玛，好，谢谢你。你是在这边，基本在这边卓玛。没有，就是来玩的。哦，那好，非常好，谢谢。接下来，嗯，我们这边好可爱呀，国外的网友都在说，都在跟你们说。好，谢谢。叫泽郎。来玩的，今天上班。怎么走嘛？你去走，怎么走嘛？反正卓玛太多了，他们好多家的我没有，都出不来，好多卓玛。卓玛了，卓玛。而且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厅。
Yeah.